好，我是广师小凤，现在呢进大山去看一下这个小安，给他买了点水果还有一些吃的，因为他在大山里面呢买东西不方便，这个呢也是我前段时间买然后没吃完的，现在呢给他拿点进去，因为在大山里面呢买东西实在是不方便，他对这边也不熟，有时间呢就进来陪他说说话聊聊天，不然的话一个人真的很无聊的，在这里人生地不熟。经过就是上一次我去这个大城市，我终于体会了一个人有多孤单然后有多无奈，所以说啊我呢有时间能陪这个小安就尽量陪这个小安吧，因为现在我们的鸭子没抓回来，然后呢也不是很忙，所以说啊我今天呢就提着东西然后去找这个小安。走，进山了，现在终于到小安住的这里了，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家。哎呀，小安，开上门。小凤吗？对。啊好。在家。哎呀。小凤，进来吧。好。这里太窄了，要不我们坐外面这里吧？可以啊。刚好小心点啊，这有个东西哦。哦，没事。刚好有两张凳子，哎呦。坐嘛。给你拿了点吃的，因为在大山里面你也不方便买东西，给你拿了点这个水果还有一个这个吃的小零食，吃个橘子吧，吃个橘子是吧，因为今天天气有点热。在这里怎么样啊感觉？嗯，慢慢习惯了。慢慢习惯了是吧？对啊，就是晚上有点黑。晚上啊？对啊，应该到时候要是在这里装两灯，在这里更好了，亮一点。你可以就是开灯睡嘛晚上。对啊，就是开灯睡的，但是外面一睁开眼睛感觉这里有点黑，问题这里没门啊。哦，没门是吧，其实这里要不要门都无所谓，这里要门的话会到夏天的时候感觉很闷的，这里的话通风好一点。嗯，就是有点害怕是吧晚上。对啊，太黑了。你爸妈知道你在我这里住了没有，在我姐这里。知道啦。他们有没有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就叫自己好好努力啊。哦，叫他好好努力是吧。其实住习惯也就可以啦，没事，就是你平时无聊啊害怕啊然后没事做的时候，你可以叫我进来陪陪你嘛，然后你也可以去我那里嘛，反正我们那离得不远，我外面住的比你这里要方便一点点，我买东西都比较方便这些。可以啊，因为在大山里面没有小店，什么都没有。我那里也没有。你如果需要什么的话，你跟我说或者跟我姐说嘛。嗯，好。我们能帮的话都帮的。我还以为你不在家了，我就怕你无聊，我忙完我那里的事情，我就赶紧进来陪上你，然后聊聊天、说说话啊。因为一个人的确是很无聊，我也是，我在我那边一个人住的也挺无聊。你吃饭了吗？我吃过了，你吃了没有？是吧？吃了。然后弄完了。没，你一个人懒得煮的话，你到时候可以吃我那里吃嘛。不是啊，我那里没有什么吃的，就是一些家常便饭嘛，因为你也知道在大山里面买不到什么菜，我一般买菜我都是买一个星期然后七个星期的，这样的话老是来回跑也远，走出去都要时间，然后买的时候也要时间是吧。对，那到时候这个房租的话跟你姐再说一下嘛。可以，等一下我去找他说一下，或者明天的我去找他说一下。这里就是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，没有其他不适应的吧？比如说水土这一方面适不适应啊？那个水不行。水不行啊！哦、我跟我姐反映，我跟我姐说一下。嗯，你如果需要什么、缺什么，你就跟我说嘛。嗯，可以。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缺什么的，就是也还行吧。还行是吧？就是。他那个水喝不了，没事，到时候买矿泉水嘛，或者我在我那边打过来给你都可以的，你反正你需要什么然后要什么你就告诉我或者我姐嘛，你如果不好意思跟我姐说你就也可以跟我说嘛，我呢比我姐好说话你放心吧，毕竟我们都认识你也知道是吧，我的确是比我姐好说话一点。如果不想做饭就去我那里吃嘛，你去的时候提前跟我说就好了。可以啊。嗯，因为每天都会自己弄一些来做啊。
这山里面有很多野菜，到时候你摘就可以了，还有很多鱼也可以摸的，上面这些都可以摸的，那些鱼可以钓可以摸的。嗯，那到时候看一下嘛，到时候再看一下。嗯，你没有那个抓鱼的设备，到时候我姐夫那里有，然后我那里也有，之前我朋友就是留在那里的很多的。嗯，就是看你会不会钓，然后想不想钓。那到时候弄一下嘛。嗯，可以可以，就是很无聊是吧，在这里。对啊，无聊的时候我会下去看看那个鸭啦，那个猪仔的。我姐说可能就是这个月中旬或者就是过了清明就是要抓鸭子回来了，鸭苗到时候你就可以学习了。这几天呢你先就是慢慢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啊，然后就是去看一下猪这些，然后抓鸭子回来我就可以慢慢就是教你了嘛。嗯，可以。现在的话只能是说从最简单的做起，因为说真的我也不太会，然后好多东西都是我姐教我的，我还要求她的。只要你有耐心嘛，有耐心然后有信心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学得到的是吧。是啊，先苦后甜嘛。对对对对对，都要学。对，来来来，再吃一点，吃一点。全部吃了嘛，全放的，因为刚好吃完中午饭。哦，那这个就是留给你的，等一下我就不拿回去了，我那里还有。不拿回去了？不拿了，我那里还有，特意买来留给你的，不然的话你在这大山里面买不到，然后呢也不熟吧，对这边，所以说这个全部都是给你的。嗯，你吃完再跟我说嘛，要吃完想吃什么，到时候如果我去我姐那条村的话我就多买一点，你买菜啊买水果可以去我姐那条村，但要去早一点，不然的话就没有了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那这个我先放里面吧，放在这里我怕人上有老鼠这些吃。可以啊，放里面也行。嗯，放里面啊，你记住有什么需要的，然后什么有什么帮助的，然后无聊的话你就跟我说嘛，没事的。嗯，没事，现在还不缺什么东西，一个人。好好，那我先放里面了啊。嗯，你慢慢吃，放里面啊。好。